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县环保局局长张惠川。3月25日晚上8点30分，让我们一起动一动，关上不必要的电源，有益健康又节能。20Hour Taiwan，关灯一小时，我们一起让世界变好。县长，我们先走喽。好，那等我喝完这杯咖啡，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走。2030年，净零碳排是台湾的目标，嘉义县也不例外。节能减碳，从生活中做起，让我们关个灯再走。